照顾小姐好不好啊？我不要，我要和妈妈在一起，我要你永远照顾我们。你不要丢下我跟小姐，以后我再也不会让你生气了，你的病一定会好起来的。好了，小军别哭了好不好啊？小军，你知道爸爸为什么去了厦门不回来了吗？不知道。妈妈年轻的时候啊，在一家刺绣房帮忙刺绣赚钱，那家刺绣行呢就把刺绣卖给一家洋行，那家洋行是厦门的本店在台湾开设的分行，老板的儿子是你爸爸哦。你爸爸就在那个洋行里帮忙管事情，他看到妈妈的刺绣非常的喜欢，我们慢慢
小杰。小杰，你要哭就大声哭出来吧，现在只有我们两个了，你怎么哭都不要紧，我一直哭，妈妈会不会担心？我不敢让妈妈听到我在哭，妈妈，我也怕妈妈听到我在哭。可是如果我们强忍着不哭，妈妈会更难过。所以，只有现在我们可以哭，以后要坚强地活下去。因为只有我们过得好，妈妈在天上才会放心，知道吗？姐姐，小姐，妈妈骗了我们，妈妈说要和我们一起陪外婆，像天人局一样坚强，为什么还要丢下我们？为什么？我不要。妈妈，我好想你啊。还没被舅妈抢走，有爸爸的照片，我要看。你看，哇，爸爸好英俊哦。嗯，他和妈妈站在一起真好看，爸爸一定很爱妈妈，他也一定在找我们。可是爸爸不知道我们在这里啊。没关系，他是大人，他会找到我们的。姐姐，看到这张照片，我就觉得妈妈还在我们身边，以后想妈妈的时候，你就常常给我看这张照片，好吗？嗯，好啊。那我就把它收好。这样谁都抢不走了。嗯。妈，我们下地了啊。嗯。舅妈，舅妈，你们还当我是舅妈呀？这天底下有没有外甥打舅妈的道理呀？对不起舅妈，以后我不敢了。那个玉佩很重要，你能不能还给我呀？你妈都下葬了，你要那个干嘛呀？就我想留着做纪念。这饭都吃不饱了，还有心情想这些呀？那个玉佩真的很重要，舅妈，我求求你了，以后我一定乖乖听话，你把它还给我吧，求求你了，求求你。行了行了，你就还给孩子吧。有你什么事儿啊？那个玉佩当我养你们的饭钱都不够，除非你们自己能挣钱养活自己，我就还你们，想办法吧。秦珠，走。你们舅妈只要东西到了她的手里呀，她就不会还给你们，你们就别再想了啊。但是舅妈
说过，只要我们会赚钱，他会还给我们的。嗯。哎呀，你们这么小，能赚什么钱呢？我和小杰什么都可以做。外婆，我们能做什么事呢？你帮我想一想好不好？我想到了，在以前我也做过灯笼，可是现在呢，年纪大了，眼花了，这手啊也没力气了，所以就没做。可是这竹片呢，很硬啊，做起来很辛苦，你们愿意做啊？外婆，你教会我们做灯笼，能够赚钱，这样就不会白吃饭了。嗯，好，竹片又大又粗，外婆是心疼，会割坏你们的手啊。没关系，外婆，为了能要回妈妈的玉佩，我们什么都可以忍耐。小杰，你说对不对？这灯底呀、啊、是最难做的，要花很多很多的力气，等灯底做好了呢就容易了啊。外婆，是这样吗？嗯，哎、怎么了？没关系，是被竹签刺到手了。我们做的好丑哦，这样卖不了钱吧？你们才刚学，以后做熟了一定会又快又好啊。嗯，我和小杰会努力练习做出漂亮的灯笼。 大夫，他情况怎么样？哦，他水土不服，再加上感染了风寒，恐怕要好好的观察几天。如果少爷的病情发生了什么变化，我们会及时通知你的。哦，不管要花多少钱，一定要把他治好。哦，这个你放心，我们会尽力的。好，谢谢。嗯，需要休息，请你们还是出去吧。好好，这妈啊，这世贤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竟然为了那个女人冒着生命危险跑到澎湖去。那种地方怎么能够住人呢？这么多年了，他就忘不了这个女人。我倒有点好奇了，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人，会让他这么牵挂？还能是什么人啊？不过就是个狐狸精。他身边不是已经有了一个船员了吗？我们世贤一定是被他给骗了。陈老板，啊，你看，像这种灯笼还行吗？勉强，勉强了，我就收下了。这灯笼钱呢，扣掉材料钱，我再给你。
些钱嘛，虽说是少点，但是呢，总算是个开始，这就对了。你看，我和你舅舅做的这么辛苦，家里不能有人白吃饭的，知道吗？嗯。那怎么不叫阿旺也去挣钱呢？小军、小杰，你们既然能挣到钱，以后就要帮家里多挣钱，知道吗？嗯。等等，小军、小杰，这么小做得这么辛苦，手都做破了，他们俩是希望能够把淑华的东西拿回来。我问你，什么时候才肯把东西还给他们？才挣了这么点钱就要问我要玉佩啊？那要等我以后看看他们的表现再说了。哼，你呀就是太贪心了。他们这么小，比阿旺还小哎，要他们两个做多少你才满意呀？是我要他们去的吗？是他们自己要去的，又不是我逼他们编灯笼的。没关系的，外婆，钱我们已经会赚了，就要多赚钱来给舅妈。嗯，小军、小杰，你舅妈就这样，你们两个挣得再多她也不会满意的。别理你们外婆，舅妈先替你们保管你妈妈的玉佩啊。嗯，你们要好好的挣钱回来，听见没？嗯。爸爸。哎，乖。好点了吗？好点了。我看你最近都没什么胃口，帮你买了点水果。风沙这么险恶，淑华身体不好，她怎么受得了？爸爸，澎湖在哪里？我要去。世贤，你为什么背着我偷偷跑去找他们？难道你不相信我会帮助你，不相信我会让你和高淑华团圆吗？我，你还留书信说要我体谅你，说什么你会回来，我看你根本就没把我和如萍放在心上。淑华是你的妻子，我什么都不是，连一个让你信任的人都算不上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怕爸妈不答应，所以才自作主张的。算了，我会再去说服爸妈的，我也会继续帮你找高淑华他们的，好吗？让他们闻到酒味不好。我还怕什么呢？反正世贤也不在乎我，我喝醉了他也不会知道。美芳，你别难过，他不在乎，有人在乎。对了，你派去的人有消息了吗？那个女人终于死了。死了？总算。别想，都是我。盼着别人早点来，我是不是很可恶？